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身见不破，我见不破，人不能证人，我不能证法，我你怎么出三界啊？修大乘法的时候，连呼吸都是把自己的功德呼出来给众生，把众生的罪业呼进来，我来消化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，永断生死轮回的这条路，而去入菩提涅槃的这条路。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传习法师正在开讲。第八觉知，生死释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这个第八，这个就是把菩萨的威德来彰显给我们了。实际上这每一个觉里面都有两个，就楞严经里说两种根本，每一觉里都有两个根本，一个是生死轮回，一个是菩提涅槃，每一觉里都包括这个。所以就是到了第八觉，第一句还是生死释然，苦恼无量，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这个他的本性。请问这个世界上是信佛的多还是不信佛的多啊？不信的多啊。是香客多还是三皈依的多？还是香客旅游的人多啊？来五台山的也是的呀，旅游的人多啊，对不对？旅游的人多啊。啊，你说这些皈依没有皈依的？那我们再误会了，皈依的人，明理的多还是不明理的多啊？不明理的多啊。那我们再推，已经明白的，明白了起修的多还是明了还没有修的多啊？没修的多啊。那些都是不是可怜人啊？可怜啊。那对于菩萨来说，会不会悲悯那些游客啊？他们跑到五台山来，哎，以跑到五台山来的名义，还照样吃海鲜，还照样吃火锅。你看，请问五台山是火锅那些肉荤食店多还是素食店多啊？荤食店多啊。我们五台山香火最旺的是哪里啊？五爷庙啊。那天来到了文殊菩萨圣地，居然不拜文殊菩萨啊，这简直是我一边笑一边想哭啊。哎，这个悲和这种笑是一种悲哀的那个。虽然说佛陀安立了小乘教、大乘教乃至金刚乘教，但老实说有几个人能好好的呀？能几个人能明白去好好的研究因果的？我现在讲的最那个嘞，我们现在都是佛弟子，讲良心话，我们对因果的法则我们关注吗？我们细致的去抉择了吗？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，我们有仔细的抉择吗？我们对恶，我们升起了对恶的恐惧吗？把恶就是当那个
虎豹狼虫一样，哦，我们就避这个恶，我们对善我升起这种修善的这种意乐吗？如果我们普遍的众生，不要说不信佛的人，就是连我们信佛的人，对普通因果、对戒恶修善这个世间的法，我们都很难于去修的话，那你想我们众生解脱靠什么？靠佛菩萨的悲愿力呀、啊！我们没有修，我们甚至很差，佛菩萨不舍弃我们啊！我们既不能否定因果法，但是老实说，我学佛现在几十年下来，我发现因果法很重要，但是老实说，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因果法，我们不会抉择因果法。对世间过患你不深入的观察，你对轮回没有升起厌离，你不对出三界升起这种出离心，你怎么去剖析这个我里面四大是无我的，五蕴是皆空的呢？上座部法很重要啊。你不去修正这些，你怎么破我的执着呢？身见不破，我见不破，人不能证人无我，不能证法无我，你怎么出三界啊？你怎么与法相应啊？你天天还是烦恼啊，还是我见我执，那都是凡夫的这个见地啊，凡夫的这个烦恼啊，你天天在凡夫的状态里啊，那你说这个多可悲呢？那这个三界就不能出呢？所以要破我执我见，然后才能够跟法相应，才能够入圣流，才能做须陀洹呢、啊。须陀洹，然后斯陀含、阿那含，在最后四果阿罗汉呢、啊。正阿罗汉是圣人呢、啊。我们供千僧斋，就是为了有一位阿罗汉来应供啊。我们吃的都是阿罗汉的饭啊。我们怎么跟轻慢小乘呢？小乘不小的，很伟大的。小乘的这个功德没有，你怎么自利？你自利都没有，你怎么利他啊？虽然佛陀也说，自为利而利他者乃菩萨发心，菩萨是菩萨发心啊。但为什么佛陀在涅槃经里说，他说为什么我要去受马麦之供呢？他说我知道啊，以佛陀的智慧是辨知的嘛，未来都知道的。他说我知道会去吃马麦的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吃马麦呢？那就是用过去那些为了要度众生，结果自己却没度好，扑通掉下去堕马了，500匹马，就是过去为了要度众生自己堕落的呀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教里也有说，就是出家人在山中睡觉，这佛菩萨都放心的呀。出家爱清闲，清闲即为贵，就是你修小乘法，佛菩萨都是喜欢的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孩子不错，不愿意轮回了，想出离了，这还是算佛法啊。那你能自立了，你能自立才能够有利他的本钱呢、啊。你自立都立不了，你立的比谁呀、啊？你立、啊，你骗自己呢，骗别人呢。第八，这里面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实际上能得度就是什么？我们的因地实际上是很不真实的。我讲这个。楞严经说，因地不真，果照迂曲。实际上我们反省，包括我反省我自己啊，我这里反省自己给大家听，我们因地修行实际上是很不真实的。你比如说今天哦，千僧在出彩虹，哦，这什么什么都出彩虹啊，像我们法会都很多瑞相，别人问，哎，法师是不是你有神通？我说我哪里有通，什么也通不通。包括我们受千僧斋，你看又供千僧斋，这么多斋族就来供养，那是我们的福德吗？不是我们的福德，这是佛菩萨的福德。我们是不是享受的文殊菩萨的福报啊？哎，实际上享受文殊菩萨福报，也同样现在我有几个寺院啊，有几个寺院，那一般的寺院就没有几个人供养的，你说那看到我面子不是看到我面子？五台山有个文殊寺，大家都会供养。我说你看，还是文殊菩萨面子大呢。一样的，我们在五台山能够
每年这么多的千僧斋，是文殊菩萨他老人家的福德啊。拿什么做话来说呢？就是因为只要你供一千个出家人，里面就有一位真的阿罗汉，那实际上我们还是享着阿罗汉的福啊。所以这里面也就我通过这个分析，实际上我们的因地是很不真实的。但是我们的因地不真实，佛菩萨的因地真实不真实啊？那是真实的呀。我们在这个在五台山好嘞，文殊菩萨就怎么说呢？只要你如理如法，不要犯大错误啊，我都会保证你解脱的。哎，你看文殊菩萨有这个愿力啊，请问这个愿力真实不真实啊？真实的。每个人你要来朝山，接接一千，送送八百，文殊菩萨这个愿真实不真实？真实的。佛菩萨的这个愿都是真实的，乃至你看修大乘法的时候，连呼吸都是把自己的功德呼出来给众生，把众生的罪业呼进来，我来消化，愿替众生受诸这些苦难。众生不会修，我替他修，这就叫菩萨。众生不会去极乐世界，我来接他去极乐世界。乃至众生地狱火现前的时候，有善知识现前，他只要能听善知识的，地狱火马上熄灭，火焰化红莲。欧益大师在这里面也说，虽复出家，不发大乘普济心，普济之心，则慈心不周；不发待众生受苦之心，则悲心不切。慈悲周切，方是造佛家业之真子也。我们虽出家了，身披法服，形同佛陀啊，我们的形状就是佛的形状啊。佛陀赞叹我们出家人见解脱啊，解脱床相啊，我们出家人只要走在街上，众生看到众生就得利益啊，所以是名人天福田啊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发大乘普济之心，那我们的这个慈心就不周遍了。如果我们不发待众生苦的心，那我们的悲心就不切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外面，我也不敢讲弘法吧啊，参学吧，也有时候参学的很辛苦的呀。有时候跟着我的那些信徒们也都很辛苦啊，不分白天晚上啊，坐在车上坐坐坐就睡着了。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路边的这些楼房，那里面住着是你爸你妈，你这一辈子就来这一次，你能睡觉吗？你回来了，你跟你爸妈有没有见到？你要不要发一点愿啊？你也替他们念一点经啊？我这一讲，马上眼睛就睁开了，也不睡觉了。你说你路过，开车路过，飞机路过，下面众生都是你爸你妈的。如果我们一个佛弟子没有升起这样子的心，你就悲心不切，你慈和悲你都没有这种没有升起来，你是和一个好的佛弟子吗？你的形象跟佛一样，心却不一样，那不是惭愧吗？就是有时候确确实实我们就是哎，就有时候就有这个佛菩萨这种威德会鞭策我们，就特别惭愧，特别惭愧。所以我们印光大师就称自己叫常惭愧僧，也就是说修行人呢，惭愧是最低的底线了，最低的底线。有惭愧心的佛弟子还能得救，不管在家出家的佛弟子，如果惭愧心都没有了，叫无惭无愧。无惭无愧，哎呦，那个就不好说了。所以这里面实际上第八大心普济觉，那我们要怎么跟佛菩萨配合？虽然我们非身为佛子，我们有时候这个因地还是不真切的，我们还做一个佛弟子还不是很合格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第八个，我们既要了解肯定的认知诸佛菩萨的慈悲是圆满的，威德是广大的，悲愿是真切的，我们要趁诸佛的愿威德而离苦得乐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
至少要生一点惭愧心。我们能修一点因果法就修一点因果法，能修一点观世无常，远离一点世间的欲望，能少欲，能知足，那我们能修多少要修一点。但同时不要认为我们修了这个就等很了不起了，实际上我们还差得远。所以既不否定佛的因称的法，也我们要承认，要认知，要深信佛陀果地的法。因称的法，比如说上座布袋，包括我们大乘显宗，这都属于叫因称的法。同时我们要相信瑜伽称的法，比如说四部行部瑜伽部，瑜伽部有还分无上瑜伽部，无上瑜伽部里又有大圆满、大手印、大中观，那叫佛菩萨果地的法，果的法。那我们众生靠什么解脱呢？我们就是靠佛陀果地的威德力而解脱的。我们念佛就是以因地的心念佛果地的觉，叫以因地的心入果海，因入果海。那果地的威德呢，遍入众生心，叫果彻因缘。我们末法时代众生解脱就是靠这个。所以我们五台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地，因为五台山是名正言顺的就有三乘教法在这里，所谓的清庙黄庙都有。你看我们在座听法的，就是我们有来自上座部的，有我们大乘的，有金刚乘的，从众上说有七众，从教法上来说有三乘，你说这个多少圆满啊。所以在五台山真的是啊，哎呀，不可思议啊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圣山啊。那每一个来朝山的，请问是不是心中对文殊菩萨充满了敬仰啊？是不是？包括我们住在五台山的，其他地方不去。我有一个同参在这里说，我宁愿在五台山一间房，不愿在山外面一间庙。他因为我是上海人呢，他拿上海的这个比喻，那我们上海说宁愿浦西一间房，一个床，不要浦东一间房。住在五台山的人，实际上是充满了对文殊菩萨的这种信心啊，乃至我们不管千里万里来朝五台山的人，都心怀着对文殊菩萨的敬仰。我们对文殊菩萨的这种信心，我们对文殊菩萨的这种敬仰，请问这是什么？这能不能灭业障？能不能了生死？能不能生极乐？乃至就是这个心，就是文殊菩萨。这个文殊菩萨十大愿望里，文殊菩萨亲口说的，他说与我同愿同行者，即是跟我一样的呀，就是我文殊啊。所以不闻佛陀经法，我们不知佛法奥妙啊。佛法奥妙是什么？实际上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伟大啊。我们的佛性很伟大的，我们对五台山的一念信心是很伟大的，我们的修行就是靠这一念信心啊，要保护它，心心相惜，净念相继，不要让它这个火灭掉。这个火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火啊，成佛的善根种子，不要让它灭掉。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。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本觉，他的然后始觉，然后精进行道的这个，然后最后乘法身传，这个就叫寂静德，然后自涅盘，这个说正德的修德，然后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，这就是什么？教化众生的德。以前八事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。就我们自己也这么修过来的，然后再告诉我们的乳母的众生，觉悟生死是苦的，轮回大海是苦的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这个心里面，心能照一切，心能照生死，照地狱，照恶鬼，照畜生，照六道，心也能照声闻缘觉菩萨，也能破无明正法身，都是这个心啊。所以我师父在圆寂前还是跟我讲这个，三点如心相，
斜钩似月牙，披毛从此得，做佛也由他了。心是有凡也有圣的，不是说啊，四心做佛，四心是佛，四心，你这心，四心也是魔呢，四心也是六地狱、地狱啊，六道呢。你要搞清楚你是什么心啊，要圣道的心，这个修心要归到圣道上去啊。若佛弟子诵此八字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去菩提，速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。欧益大师这里说，如此八字，这个总是下面十六个字是结成名义，精进修行，这下面是十六个字是结成自觉的功德。法身传是指所悟的性德，涅槃指修德所显也，复还生死下面三十二个字结成觉他功德，唯自觉方能觉他也。若佛弟子下三十二个字结成诵念功德，就是我们今天念了这个经也有这个功德，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经有这个功德，能诵其文必能精思其意，能思其意必能以此自觉觉他，故能灭罪而断生死苦，去觉而证常住乐也。所以连这个最后这个结文的时候，他还是说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，还是两种根本，永断生死轮回的这条路，而去入菩提涅槃的这条路。大人觉用八个啊来总结的，是可以总摄三藏十二部教法的这个里面。所以讲经的人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大家也可以慢慢研究，可以还开显出很多，但是也可以用今天一个下午我们这样子来学习，共同的蒙佛陀的悲心大愿的摄受，得到我们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加持，得到我们今天共千僧斋这三千出家人世间认真罗汉的加持，得我们常住的加持，得我们上庙下僧大和尚坐镇加持。阿弥陀佛。我代表普化寺具体展上的师父向众向法师的开示表示真诚的感激啊，感恩。阿弥陀佛。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微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属，如是观察，见离生死。第二觉知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第三觉知，心无厌逐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第四觉知，懈怠堕落，常行精进，破烦恼恶，吹拂四魔，出阴界狱。第五觉悟，愚痴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上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
第六觉知，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，菩萨布施，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争恶人。第七觉悟，五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，常念三一，瓦钵法器，志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烦恨高远，慈悲一切。第八觉知，生死释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如此八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乘法身传，至涅槃岸，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，以前八事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若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去菩提，树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话拨，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，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2024聚花月，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兆倍。佛宝节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，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金腰大德共襄盛举，浴佛祈福金刚经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点，浴佛功德经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半恭诵金刚经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备有寿桃面线，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。聚花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药师佛万灯祈福法会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。日期5月22日星期三，时间13点半，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。16点。万灯祈福法会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
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感动猎人的狼。有位一辈子都靠打猎为生的老猎人，他的枪法十分精准，很多年轻的猎人都希望能从他那里学习打猎的经验和技巧。奇怪，那位老猎人住的地方怎么还没到啊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到了。他一直住在山里，一辈子都靠打猎为生。如果我们能得到他的指点，那打猎技术一定会突飞猛进的。是吗？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了，真想快点见见这位老前辈。等下你就见到了，你看，那就是他的家。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老先生，我们来是想请您教教我们打猎的技巧。是啊，老先生，我们可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麻烦您一定要教教我们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封枪，不再打猎了。啊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您不是一直靠打猎为生吗？是啊，您都打猎一辈子了，怎么会突然封枪呢？哎，因为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件事情。那是几年前一个大雪封山的冬天，下了几天的大雪终于停了，雪一停就会有动物出来觅食。黑子，我们出去打些猎物吧。这几天没进山打猎，你应该也憋坏了吧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进山里去。那天我带着黑子外出打猎，都到中午了，走了这么久竟然连一只猎物都没看到。黑子，你饿不饿啊？看来今天是不会有收获了，不如我们就先回去吧。哇，好肥的一只雪兔啊。哎，看来今天还是有所收获。黑子，去把我们的猎物咬回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在雪兔的后面还紧跟着一只野狼，由于受到了枪声的惊吓，他缩回了树林里，躲在一棵大树背后，两只眼睛贪婪且凶狠地死死盯着雪兔。黑子，小心有狼！这是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母狼，肚子瘪得几乎只隔一层皮，身上的肋骨历历可数，乳头皱巴巴地朝下吊着，好像已经皲裂。我知道这是一只哺乳期的母狼，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吞食猎物了。尽管野狼瘦弱不堪，但黑子仍不是他的对手。没过几个回合，黑子已经被逼退得很远。这时母狼突然一个转身奔向那只雪兔，看来他并不恋战，仅仅是想夺回本该属于他的猎物。看你还敢不敢抢我的猎物。黑子，我们快追，别让他跑了。很快的，我顺着雪地上的血迹和野狼的脚印找到了他藏身的洞穴。黑子，小声点。这只母狼既没有决意死战的意思，
也没有弃洞而逃的想法，他只是竭尽全力用自己的肉身把洞口堵住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只是希望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，保护小狼不受伤害。由于他竭尽全力挺起身体堵住洞口，使得他腹部的伤口撕裂加剧，鲜血像水一样汩汩流淌，最后他终于因体力不支瘫倒在洞口。我被木狼悲壮的神情和誓死保护孩子的举动深深感动，所以决定放过他。黑子，我们走吧。可是就当我正要走开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您不是已经放过他了，他为什么还要自杀啊？是啊，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啊？刚开始我也不明白这只母狼为什么要自杀在小狼面前，后来我发现那些悲伤而又饥饿的小狼撕扯自己母亲的肉体时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狼有着这样的习性，同伴死去后他们会分食死狼的尸体。这只母狼真是了不起的母亲啊。是啊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她竟然做了这样的选择，母爱真是伟大。就算是生性凶残的狼，对自己孩子的爱也是很深重的。这只母狼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我，从那以后我决定封枪不再打猎了。你们要知道，动物们也有情爱，如果你杀害了他们，那他们的父母儿女也是会伤心难过的。我们这些猎人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动物，又让多少儿女失去父母啊。是啊，现在想想实在太残酷了。我劝两位也趁早放下猎枪，不要再做这种杀戮生灵的事情了。嗯，我决定了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打猎了。是啊，听了这件事，面对那些动物我已经无法再举起猎枪了。母狼之所以义无反顾地一头撞死在自己的孩子面前，那是因为在万般无奈之下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女饱餐一顿，才做出这样牺牲的举动。如此悲壮的母爱，怎能不让人感动啊？一马祝福。在洛阳的一个小县城里，住着一户王姓人家。由于王家的儿子因病早逝，所以家中只有公婆和守寡的媳妇住在一起。爹娘，请您们出来吃饭了。好的，我们出来了。小雪啊，今天县里有卖东西，你去买些布回来做棉衣吧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买。小雪，一大早你要去哪里呢？去买些东西的。我要去买些布，做几件棉衣给我公婆穿。小雪真的是贤惠，自从她丈夫去世后，照顾公婆的事就落到她一个人肩上了。嗯，真是个好媳妇啊。只可惜他年纪轻轻就守寡了，真难为他了。我看如果有好人家，我们就帮他介绍一下的。别再提这事儿了，我以前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件事，可是他都坚决不要。嗯，真是个好媳妇啊。就在小雪在市场上选购物品时，无意间被一位50多岁的好色财主看到了。这位财主看到小雪后便想纳她为妾。哎呀呀，这个小娘子不错啊。老爷，您说的是哪个？就是布摊旁边的那个。老板，
这种布卖多少钱啊？你又要买布给公婆做衣服吗？是啊，我打算给两位老人家做几件温暖的棉衣的。你很孝顺啊，真是不简单。这个小娘子是谁家的？不知道结婚了没啊？老爷，我这就去帮您打听一下。老爷，我打听到了。真的？快说，她结婚了没？老爷，她已经嫁人了。啊？这，她怎么就嫁人了呢？真是可惜的。不过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她现在和公婆住在一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既然她的丈夫都死了，应该再找户好人家嫁了嘛。对对，老爷您说的对，我看她嫁到我们府上给您当小老婆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啊，说得好说得好。第二天，这位老财主就带着丰厚的礼品到王家提亲。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娶你们家的媳妇。啊，你是来提亲的？对呀，怎么样，我今天带了这么多的礼品来向你们提亲，如果答应了，这些东西就都是你们的，我也会选个好日子来迎娶。这事还得问问我家媳妇儿的。是啊，她要是答应了，一切才好办。好的，那你去问问她吧。小雪听说有一位年老的财主要娶自己给她当小老婆，当下就表示不同意的。不行，我早就说了，我要为我丈夫守寡终生，您怎么能让我嫁给别人当小老婆呢？别这样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你不同意的话就算了。要想我嫁给他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怎么样，他同意了吗？哎，他说了，要想让他嫁给你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我看这件事恐怕不成。这是200两银子，只要你们能让他给我做小老婆，这些钱就是你们的。好吧，让我们想想办法，3天后你再来迎娶他吧。哈哈，好的。公婆接受了这200两银子后，天天劝媳妇嫁给老财主，可是小雪的态度却十分坚决，眼看着3天的期限就要到了。哎，3天的期限就要到了，明天人家就要来娶亲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只能把他捆绑起来硬推上车了。好吧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到了迎娶当天，公婆用红布巾把他的手反绑身后，拉拉扯扯地把他推上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呀！我才不给别人当小老婆。快，快，新娘已经上车了，快走吧。放我下来，我不要当小老婆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。哎，小雪真是可怜啊，她对公婆那么好，她的公婆竟然把她卖给了那个老财主做小老婆。是啊，只可惜她娘家已经没人帮她了，也只能任凭他公婆摆布，没有人能替他做主啊。当车夫挽起缰绳扬鞭催马时，小雪在车里悲痛的一声长叹。突然狂风暴起，驾车的马一时受了惊吓，竟不受控制。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刮起狂风呢？马车背离往财主家的路，一直朝县城的方向奔去，一路上狂奔疾驰，飞渡泥潭如走汤中大道，即使过微桥走险路也一样畅通无阻。错了错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这马来到县衙门口时安然地站立不动，那马车戛然而止。冤枉啊，冤枉啊！
由于马车一路狂奔到县衙门外，小雪才有机会喊冤哭诉，这桩不法的勾当才得以败露。谢谢您把我带到这里，让我有机会为自己伸冤。马儿尚且知道是非善恶，义无反顾地行善助人，而世上那些毫无良心的人，看到这马也要羞愧地无地自容啊。贤内治福的周千秋。民国初年，有位名叫周千秋的镇江人，他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政府的米粮。老公，您回来啦。是啊，回来了。这个月的米粮下来了。小东，你把米搬到厨房去吧。是，太太。太太，你把这些盆栽整理得真漂亮啊。哎呀，太太，这里有只虫子啊。等一下，让我来吧。太太，你把这虫子装进袋子里做什么？直接丢在地上踩死不就行了？老公，这虫子也是一条性命啊，我们怎么能伤害它呢？我把它装入袋子里，这袋子里有我从这盆栽上剪下的叶子，虫子在里面好歹也能存活下来。太太啊，您真是菩萨心肠啊。周千秋的太太心肠极善，平日里乐善好施，从不杀生，只可惜她嫁给周千秋多年一直没有身孕，她一直希望能给周千秋生个儿子。求菩萨赐给我一个儿子吧。哎呀，米缸里怎么有这么多米虫啊？哎呀，这些米生虫子了，你快用挤来筛选一下这些米，把虫子和米糠弄出去。嗯，好的，我这就去处理。每当用机将米起落以除去米糠时，虫子们就纷纷掉落在地上，而这些虫子总是引来很多蚂蚁和鸡来啃食。小丽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太太，这些米生了虫子，我正在用挤把米糠和虫子筛出来呢。哎呀，瞧瞧这些虫子，它们掉落在地上后便会被蚂蚁啃咬，鸡鸭啄食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嗯，我有办法了，你去拿一张芦席铺在地上。是。芦席？要芦席做什么啊？行了，你现在可以筛米了。从此之后，仆人筛米时总要先铺上一层芦席在地上后再筛米，然后把掉在芦席上的虫子集中起来倒进瓮中，并拿米糠作为虫子的粮食。太太可真是菩萨心肠，连这些米虫都不愿伤害。这些虫子们就这样被养在瓮里，到了秋天就纷纷羽化成蝶飞走了。太太，瓮里的那些虫子变成飞蛾了吗？太太您看，它们已经变成飞蛾了，而且有许多都已经飞走了。不久之后，周太太得了糖尿病，他很忧虑自己是否已经来日无多。医生，我太太得了什么病啊？您太太得了糖尿病，这种病要想完全治愈很难啊。我开些药先吃着，控制住病情吧。太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为什么哭了起来啊？我这病一定很严重吧？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已经活不了几天了？太太，你别乱想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平日里你心肠那么好，救了多少生命，这世上哪里有放生几万自己却不能活的道理呢？我倒是不怕死，只是没有为您生一个儿子，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啊。别乱想了，好好休息，等下把药端来，你喝下去病就好了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周太太做了个梦。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你原本应该身患重病，终身无子，可因你平日里积德行善，救护了许多性命，行善终会得到善果的，你的病不久将会痊愈，而且还会生下一个聪慧的儿子。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原来只是一场梦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梦到了观世音菩萨，他对我说，我的病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，而且我还会生下一个聪明的儿子。哦，你刚才做了个梦啊。好了好了，快睡吧。果然过没多久，周太太的病就好了。奇怪，太太的病竟然痊愈了，这可真是奇迹啊。医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嗯，这是……医生，怎么了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太太她怀孕了。周太太经过怀胎十月，果然真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。你看我们的儿子多么可爱啊！太太，这全亏你平日里积德行善，放生无数感得的善果，上苍才会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，日期5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八关斋戒护身暨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。下午2点佛学讲座，阿弥陀佛48大愿，主讲湛江法师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07-282-0278，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梁皇宝忏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7月27日星期六至7月28日星期日，8月3日星期六至8月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礼拜梁皇宝忏，8月4日下午2点普施甘露法时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
07-221-2323 07-282-0278 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法会设有普施干粮及白米煮，请提早来电洽询登记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哦啊哄，大大拉手切了干死，唱了去，啥子要把别人说话打，你要去接日子，没那么接日子，没那么接日子，你，我把你，哦，把别人说话打的呢，唱了去，我把你接。全部就搞成内地人上班的嘛，啊，八美的，十三级的八美的，那我省上级是吧？那些都不，省兵省到娘都有的，这边那这，是十多个的这里，啊，八美接到了工人的，省兵个长到娘不个上级的八美有的，这是哪个国家是搞起我的？哪个国那的呢？打上级的八美国那开配个的呢？我是现在在打的，没弄打的。家里打八十多斤，家里打八生活上生命有你三斤几两斤的，他就装的这个生命那么三斤你的，生命个生得三斤就那什么，三斤就把这里就叫我们的，啥东西没办法买的，啥玩意儿的，有办法买的东方的，别没弄的嘞，得了吗？这里两个，这外头几个工人，三级的外面两只鸡呢，三级的外面就找不着嘞。啊，今天是咋的？俺自己的今天的地子呢，他妈没搞来，他把枪俺自己打的，掏了出来，当活了枪用过嘞。这里人家三级的嘛，天天活了枪的嘞。哦，两三级的外面得把鸡，你呢，三级球搞不着呢。那些就我手头的东西的，我把那军产呢，这里让这种上级把那任务，这里要把那军呢，要手机朝着两把的，身体要把那人叫做，要把那人叫什么？你这哪玩意儿？你要去西康，那不错嘞！你要去西康的，要把那让你晒乌了，你要去西康吃了不要的，这为了说说，这他们搞不起的这里。但是这些家把人的，上级要把米得把几呢？能他把你做上级小搞事，到那这里吃了都，那上级要把米提过，一直叫米，上级要把米提呢。那些啥的，他妈他的这些把米，那是俺们做过的，上级要把米就得了的，地下苦过的，这这边这里，把米都苦啊当。对吧？今个忙啊，你实在是你不背，但是那个这些家伙也，这里就老着急了。对吧？他一起走的，上级要把门推呢，这些官子干的这些差事，上级要把门推了，把门拆了不要了。这这种不明白，这一起去对吧？这些官子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